两次保送，上来6分7秒。这个球射向了中外，也落地形成安打。哇，果然打左头，好棒，厉害，依旧打，照样打。而且自从脸受伤以后的整个的任督二脉都被打通了。这个刀疤球确实厉害，这个球投的还蛮低的，就是比较中间一点，挥棒的速度带得很好。而且球速还落后了良好一块，你得跑针跑了，这个球捕手没得传，阿麦谢家贤盗垒成功，失败过，哇，到左投手的垒，起跑时机抓得很好，高志刚一点机会都没，三个左打再先发打进，哇，麦谢家贤这个球又外耶，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九啊。哇，施嘉贤真的近况非常好啊，刚中的了，投到红中了，打到又应该知道，哇，今年中华职棒联盟的记录组啊，真的非常用心的，哇，我们现在看一下谢嘉贤这个球打出去之后觉得全垒打不有一点小小的顺风，然后正好过去，对，刚好过墙了，小小的顺风的话多带个2-3公尺就外野手就接不到了。对，今年联盟的记录组真的很好。那今天的正田处是控球精准，球跑到红中来，他以为没有出去了。哦，谢嘉贤还敲一下棒子哦。5分。哦。这个球非常强劲，中路地带穿越形成安打，阿boy有自信啊，猛打响。状况真的很好，也真的不知道该说他状况好还是状况不好，因为他都说你们要说我状况不好，我反而会打得好。其实这个都是心理作用，不过就是现在他的击球点有修正，瞄准比较高的球来。